这是因为我们理想是赞助，就是等于就是希望给我的好彩，才会帮我一起放。对啊，所以等会儿看要不要周先生先帮我送给我一个媒体店。你去送啊！啊，来，大家都有吗？都有。哎，我其他的在哪里？其他的在哪里？都有。你放的那个玉米的含义是吧？啊，这是我们李长今天早上考特别考好，早起考好，他要送给我，然后说鼓励我们青年世代一起放，因为只有经过不断的淬炼、不断的考验之后，才可以考出又香又棒的玉米。那这是我们李长给我的一个寓意，给我一点支持，然后也很感谢各位，所以今天有多带了一些来分享给大家。对啊，来，不错，对，这是我们我们信义区，里长联谊会的前会长连国堂会长，那天陪我来领表，然后他就说，方总要帮你加油，特别准备这个礼物，很棒，对啊，他们待会现场吃一口，现场吃一口，一级棒成真。要啃很久，所以刚刚有人跟我讲说要吃完早餐再来，我说你们可以不用吃早餐，因为有这个玉米在，对啊。对面去拉票，人数大值这样，大值都在今年。那时候谢长廷说，大值啊，
他们来干嘛？三妹姐来干嘛？对啊。紧张啊！我就不信你要花五十万那一天你会不紧张。不知道。这是我第二次花这么大笔的钱。第一次开店。第一次是把杨家将买下来的那一次，拿的是两倍，一百。哦，那次更紧张。我去银行贷款，贷款出来之后，人家跟我讲说，哎，那就帮你存入户口。我说没有，拿出来我要领现金。这么大一笔。对，二十五岁那一年，那个花了100万开了一家店。30岁这一年。但是就不能要回来。加多少？前面啦，是还好，市长还好，市长部有一个公投的，对，才有20，对，公投的贡献，对，加油，大家努力吧，很辛苦，一条油加30，而现在是70%哦，有，我看到你昨天促销大幅，对啊。促销特价，达标最多少？随时带着，随时带的。那是七十二吧？廉价的这样子。忘了，没有发现，没有这种事情。没关系啊，反正我们这个世代本来就很艰困。哎呦，大家做事不要这样。差不多，那我们就先进去吧。好 ，OK， 好，进去。好，真的。对，我们现在进去主题。好了，上脚，哎，小心后面。贾博士，但是曾硕士的论文还是要带来，对，给大家顺便一并参考一下。会不会不懂的身份是张世刚的照片？我还有李国彦照片，一起洗的。他喜欢的。他论文哪？对啊。他的论文。做学政治学研究。对。在做上个章，在潮流的需要。错。重点是彭桓恩老师帮我看的，我就很有信心了。正电啊，照片这个都有啊。
电子档也有，电子档有，户籍登记的有，有。打证这个都 OK 了，放着。有。保证金等一下。这边。保证金。有一个户籍的证明在网上，补完了这张。你要签名的吗？我今天是三个群，看到没有？嘿，三个。分两阶段，第一次。好的。还没卖掉，当人吸血的一个，很好的东西。还是我们先去点价。可以可以可以。那我们先去点。不准，哎，很准，哎，这次很准，哦，他有时候不准是吧？对啊，刚刚那个谁的戴喜庆那边的都算好久。这是我六年前买了一张台积电子公司的股票。它是它子公司啊？对，台玉。然后最近想说，好吧，那就卖股票。有 ，OK。来，给我一下。
青年要去都要努力，应该就是大家有什么问题请问？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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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你们。现在有人说觉得战斗蓝现在自成一格，战斗蓝本来就是自成一格嘛。对，哦，没错。但是我们希望多多益善哈、哦，只要认同我们的理念哈、哦，那都可以加入嘛哈、哦。那不是一个有形的组织啊、哦，这是它就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生活上的一个这个就是说你只要愿意展现战斗的力量。哦，展现公益的力量，啊、哦，然后呢，为正义发声，你就是认同战斗蓝嘛，哈、哦，所以基本上我们是认为说，德不孤必有邻了，哈、哦，一定会有，事实上越来越多人都响应我们嘛，支持我们嘛，啊、哦，董事长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有人力拱你选台北市长，然后今天来陪登记，然后包括很多要选的新人也都来了，现在也被解读您已经像是最强母鸡，可以取代蒋万安。蒋万安他是最优秀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我认为的哈、哦。那只是因为他还没有宣布嘛，啊、哦，他还没有宣布。我想他应该很快就会宣布了啊、哦。他宣布以后，气势一定会上扬的啊、哦。因为宣布以前呢、哦，跟宣布以后，是候选人跟不是候选人，是参选人跟不参选人是有很大差异的哈、哦。那他可能比较客气啊、哦，那所以他没有很快的宣布，但是我想慢慢气候形成，他应该很快宣布的啊。我想，他应该将来是台北市最强母鸡了啊。我们愿意在从旁来协助他。那董事长怎么看？就是钟小平回到国民党其实不到半年，但有人认为说这样就可以参选，他有点不公平。我想国民党有国民党的规定嘛，就按照规定走嘛啊。我想一切都按照规定走。还有哪一位？问一下，李桂敏啊，就是公布了徐巧芯嘛，那就李正浩就说这有点在消灭战斗蓝的势力，你怎么看？李桂敏公布徐巧芯，这个跟战斗蓝的势力有什么关系哈？我看不懂了哈。那战斗蓝势力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消灭的哈，徐巧芯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消灭的哈。徐巧芯其实也没有在怕了，徐巧芯有在跟我们联络，他说他其实也不怕，只是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是该不该的问题。好，就是说你今天国民党鼓励大家来检举，然后你又说不记名啊，不具名不受理。那居民又把人家公布，而且按照国民党的规定是不可以公布检举人姓名的嘛？你规定在这个地方嘛？好、哦，这不是怕不怕的问题，也不是徐小琴勇不勇敢问题，是两回事情啊。好、哦，而是你规定说不能透露检举人的姓名，就不应该透露。
哦，你这样是不好的哈、哦。就是说我真的认为党中央应该跟徐小新郑重道歉的。哦，我支持罗志强的看法啊、哦，徐小新这样做是很勇敢的，但是你这样就贸然给他公布哈、哦，是不应该的。那不应该的事情，国民党中央就不应该做。所以国民党既然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就要郑重公开跟徐小新道歉，说我们做错了，哦，要有这样的勇气的哈、哦，否则的话以后，徐小新是不怕，天不怕地不怕，人虽然小，但是勇气很大。那其他很多人可能就不敢检举了，而且他不具名就不受理，这也是不对的。香港廉政公署是不具名也受理的，所以为什么能够把香港的这个贪官污吏都、几乎就是除恶殆尽哈、哦，就是因为他不具名也受理，因为人家怕嘛。具名以后，你把他宣布以后，人家不是被报复吗？所以不具名也受理。那现在不具名不受理就算了，具名还把他泄露，这不应该，真的是不应该。我觉得党中央的思想就是思考方面跟其他人想的都不太一样，因为脱钩了。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了，但是我们就照正常的状况，你检举人你不应该是把人家泄露嘛？哦，你知道我在环保署的时候接到很多那种污染的检举，我是怎么做你知道吗？我是把他检举人都封起来，然后用我的名字去检举的。我就告诉说不同地方的这个环保局，我说有人跟我检举，现在用我的名义检举，否则经常哈、哦、那个污染没有被抓到哈、哦，检举人被报复了，所以通通我具名，要报复找我好了。你要这样保护那个检举人，你怎么可以盘查这么这轻易就泄露？不对的，这不怎么样都是不对的事情，好不好？再问一下，就是唐湘龙好像有说2024就是侯友宜，然后侯友宜出来选就会上这样子，认为有这么简单吗？我不知道哎、欸，当然就要问侯友宜。侯友宜现在声望是很高啊，他是非常优秀的这个新北市长，也是国民党很重要的资产啊。那当然侯友宜怎么决定，都尊重他嘛啊，都尊重侯友宜自己的决定。OK， 好，好，谢谢哦。今天要发那个这个，当然可以再喊一下，对对对对，喊一下，喊一下。哎、那個欸，玉米，水，玉米。我来喊他，要不要请委员过来？田邦伦，动胜。田邦伦，动胜。田邦伦，田邦伦，田邦伦，动胜，动胜，动胜。好，然后这个，我们先问一下嘛，对，今天很多好朋友陪你一起来。哦，其实今天真的很感动，有赵董事长，还有我们所有非常多议员参选的好朋友，年轻世代、助理世代、幕僚世代，我们都一起站出来，所以今天。能够站在这边，我觉得这是我们过去一起战斗，而且未来我们即将要一起前行。那所以从今天开始，我们会更认真的在每个人分别各自的选区里面更加的努力，让民众知道我们年轻世代布鲁青年绝对有为民发声，而且是为民战斗的能力。对，特别找那个赵康董事长来，是不是也觉得他算是一个很强的母亲，可以带领这个气势？赵董事长当然是一个地表超强母鸡啊，对啊，因为赵董事长他的论述，包含他的言论，包含他的很多的议题的攻防，一向都是我们蓝营非常重要的指标。而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如果能够跟着赵董事长在很多议题攻防上去做一些战略性的配合，然后在很多议题上如何把中央地议题跟地方的议题去做媒合，我觉得这相信是每一个选区的候选人都要去思考的议题，因为不会单单一件事情只有关中央的事情，不干地方的事情。那我们要团结在一起，把地方的声音往上传，把中央的力量去结合起来，然后形成最强母鸡带着我们最强的布鲁战队，这才是我们青年世代想要看到的样子。会觉得蒋万安委员应该跟赵少康董事长学习一下炮火这个部分。我会觉得每个人有不一样的特色，像我们每一个今天在现场的年轻人，焕玲啊、冠勋啊、明璇啊、直斗啊，或者是相宜啊，几位我们好朋友，今天能够在这边，还有新华，我们在这边每个人的特色都有所不同。那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这样的特色展现出来。像我个人特色就是，我也爱讲话，爱讲真话，爱大声的帮大家讲话。而我要把这样的力量展现出来，让大家看到我们蓝营的年轻人有多元的样态、多元的面貌，但是有一颗共同的为大家服务的诚心。他们怎么看说现在这个徐小新讲出来，就他的名字，他的名字被党中央讲出来，结果党中央查会选没查出一个结果，但是觉得好像跟外面人想有点脱钩了。我觉得历史是面照妖镜，我们有时候可以看到往前看，在前几年。在卫平镇主委担任考纪会主委的时候，他当时就
大刀阔斧开闸了所谓的陈万天党部，那当时就有非常多的市政，而且他有这样的勇气去对抗这样不公不义的事情。那巧心今天做了这样的检举，我相信党部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应该要去保护所有的检举人。巧心今天勇敢的不害怕，那如果明天有还有其他类似的事情，但是会给民众、会给我们党员、会给我们党代表这些威胁的时候，那国民党才会陷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所以今天我觉得巧心做了一件非常勇敢的事情，而国民党中央欠徐巧心一个道歉。在这边我们要力挺徐巧心，我们帮巧心加油一下好不好？好，徐巧心加油！加油！徐巧心加油！巧心，巧心，巧心！加油！加油！加油！OK， 好，我想哦，就是说，因为他们第一次选了哈，都还没有提名嘛，所以每个人的个人的力量是很单薄的。那我们要鼓励年轻人参选哈，那所以我是一方面等于是帮助他们，一方面呢，我自己也做了五年台北市议员，所以对台北市政其实蛮了解的哈。那另外，我希望他们将来能够组成连线的，哦，如果有一个连线出来哈，他可以互相支援，哦，然后呢分进合集，那个力量就大了，哦，所以看他们未来的计划。但是我的想法是，如果能够有一个连线出来，那将来那个选举出来的气势就不一样。大家认这个连线，也认个人，认个人也认连线的。好，谢谢大家。张总，不好意思，你可以跟全部的候选人一起安排。好好好，新华新华。来来来，快快快，走耶走耶。往后退，往后退，到门口一点好不好？有点走位，往后退。这是我们里长今天早上特别跑给大家，就是说大家一起哭哦。来，谢谢。对呀，对呀，拿出来，拿出来。还有。烤玉米。完美。这是我们里长自己开的。很热心的里长。香哦。对啊。不方轮大卖。一级棒，大卖。啊，这一级棒的意思哈。那我们就好，布鲁青年一级棒好不好？好。布鲁青年一级棒，布鲁青年一级棒，布鲁青年一级棒。那我们现好，现场都互相喊一下好了。好，田方伦动胜，田方伦动胜，方伦方伦方伦动胜动胜动胜，黄兴华动胜，黄兴华动胜，兴华兴华兴华。动胜动胜动胜，杨志斗动胜，杨志斗动胜，指斗指斗指斗，动胜动胜动胜，明玄是要加油，好，李明玄加油，李明玄加油，明玄明玄明玄加油加油加油，林冠勋动胜，林冠勋动胜，冠勋冠勋冠勋，动胜动胜动胜，张万林动胜，张万林动胜，欢迎欢迎欢迎，动胜动胜动胜，戴湘仪动胜，戴湘仪动胜。相宜相宜相宜，动算动算动算。OK， 都有点到，谢谢。动算一级棒，一级棒，谢谢，谢谢大家，谢谢。赵总，谢谢。赵总，谢谢。谢谢大家，努力，谢谢。感谢大家，谢谢。就用吧，这是大家的早午餐。吃完再去上路口。早午餐，对，谢谢谢。这是我们信义区市域里里长啊，林国堂里长，他们自己家烤的连家烤玉米。想光的一枝独秀，一枝独秀，一级棒。今天来的都一级棒。好，谢谢，谢谢，谢谢。到最后导致的
觉得如果错了就道歉，不需要再去提高粉丝代表，对的是什么？太那个了，结束了。